虽然环境部一个要针对些再生燃料 SRF 的空气污染标准哦，要搁加严的测案，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认为排放的标准哦，嘛是搁上零，搁无低癌风险的评估，应该要重新来检讨。环保团体一期分析固体再生燃料 SRF 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恐怖。环境部最近有个三项修正草案，要甲小 SRF 的排放标准，包括带有新重金属、加盐膏、加上严格大型焚化炉设想。不过，环团又认为无够严格，麻烦到离原料制作过程产生污染，煞无法可管。厂商怎么乱排放，怎么乱使用，根本没有法。它的严重性是什么呢？它的毒气就是会造成民众的危害。时代力量台中东部去年指控在台中大里的能源公司制作燃料过程污染造出来，最后被地方环保局裁罚，认为这件代志显示制作原料的工厂无做好防治，嘛造成带来严重污染。他们当时也是很气愤，房子都已经买在这边了，难道他们要搬离这个现场吗？他们要继续当这个人体清净机吗？针对原料的制作，仍有指引无法源的依据，环境部表示会来定管理办法，嘛澄清 SRF 制作厂的恐怖问题，并不是无法可管。用执法的部分哈来明定成有一个执法位阶的管理办法，说那个要许可，而且要设防治设备，本来就有规定了。但环保团体认为，在还未正式定出管理办法之前，所有制作厂拢应该马上停工，以免牺牲民众的健康。批评在无法定规范之下放任业者制作，受影响的民众应该当提出告赔。记者林俊平要做台北报道。